你肚子不舒服吗？啊？我帮你看一下啊。哇，怎么有这么大一个伤口啊？妈，这疼吗？这也疼？奇怪，这里面好像有东西啊。不行，这必须得处理了，我得把你取出来。你去找东西啊，你等我一下。白月，你要忍住啊。好了好了，忍一下忍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马上好了，马上好了。这什么？再忍耐一下啊，我帮你缝上就好了。忍耐一下。好好，马上就好了。哇，这么多本啊！这怎么像本经书啊？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任他横，明月照大江，他自狠来他自。算了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太师傅曾经说过，只要我学会了九阳神功，便能彻底清除体内的寒毒了。小猴子，我有救了，我有救了！太好了，我先试试。他强由他强，他强由他强。闯峨眉有何企图？
弟子愚钝，不知道是师父，多有冒犯，请师父处罚。傻孩子，为什么要处罚呀？刚才我来势汹汹，你可以从容面对，而且步伐轻盈，进退有度，这就是用剑的精髓所在。你真的是得了我的真传，为师非常高兴。多谢师父的悉心教导，弟子若有些进步，也全靠师父的鞭策和鼓励。起来吧。最近你吃了不少苦是吗？只要剑术能精，不丢师门的面子，再苦也值得。跟我来吧。把手给我。弟子身份卑微，不敢劳烦师父。这是师命。多谢师父关心，弟子何德何能，能让师父如此关爱？你我师徒多年，关心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吗？可是芷若不是师父亲自挑选锦娥梅的，要不是师父好心收留我，以我愚钝资质，怎配当娥梅弟子呢？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呢？其实啊，你一点也不愚笨，相反，你的悟性极高，是一个学武的奇才。我悟性极高。那天你和敏君练剑之时，临危一招，你真正的破了灭剑剑法。灭剑剑法是我穷尽毕生所创的剑法，你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看出破绽，并且找到破解之法，那就证明你的武学潜质是无可限量的。弟子不敢。傻孩子，起来吧。一直以来我对你都非常严苛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争气求进，幸好我没有看错人，你一点都没有让我失望。芷若愚笨，如今才知道师父的用心良苦，爱深则切，以为师父一直都不喜欢自己。我是有点不喜欢，每一次你和敏君对练的时候，你都刻意收敛，明明你的功力已远在他之上，我想知道为什么呢？丁师姐是大师姐，是师父的首徒，不能失了面子。我一直没有道破这件事，就是为了锻炼你克己忍耐，我想现在是时候了。作为掌门，除了有修为之外，也必须要有威仪，才能让人心服口服。师父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现在时候不早了，你的伤也包扎好了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是，师父早点休息。好厉害的剑法，师父。你们都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，师父。现在你们互相演练。是师父。
芷若，啊，你过来，跟你大师姐对练。过来呀。是，师父。芷若，为什么你不尽全力？就算是练习，也必须尽全力。如果你再这样的话，所有师姐妹都会受罚。要受罚？师姐，得罪了。出招吧！米君，你对同门使出这种阴招，实在是太卑鄙了。弟子知道错了。芷若，大师姐犯了什么门规？该如何处罚？伤害同门，要在相同的位置上割上三刀。行门规。啊，师父。行门规。师父，大师姐只是一时冲动，她……师父，芷若，如果你不割她三刀，今天所有的师姐妹都要挨我三刀。替大师姐受罚。师父，明君，你仗着自己是大师姐，平日里横行霸道，欺负师姐妹，我们峨眉绝不允许有这样的人。你要学学你的周师妹，知道吗？多谢师父。多谢师父教诲。你要多谢的不是我，是芷若。如果不是他向我求情，我绝饶不了你。多谢周师妹。师姐，你好好反省，以后不允许有这样的事。知道了，师父。师姐，对不起，受不起。师姐，你的伤口还痛吗？这个是我亲手调配的创伤膏，我帮你涂吧。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，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特别高兴？想笑你就笑啊。
你这副虚情假意的样子真让人恶心。师姐，我是真的来给你道歉的。师姐，让开，我来。你现在可是师父面前的红人，要是不小心划伤了手指，再去跟师父告一状，我这条贱命可就没了。师姐，怎么会啊？要不是平日里你督促我练功，我怎会有进步？我可担不起。你现在是青出于蓝，深得师父欢心，我可得好好待你。来来来，朱生儿，你坐，你坐下。我是不是应该给你倒杯茶呀？然后我再给你赔个不是，感谢周师妹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这条贱命。师姐，师姐，对不起。芷若妹妹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练的九阳神功真的好厉害，我才练到第三本，我体内的寒毒就去除七八成了。我想，等我练到第四本的时候，我体内的寒毒就全都好了。等我出去以后，我就能去找我太师父了。哎。师父，这个美人是谁啊？你眼前这一位，就是创派始祖郭襄祖师。芷若，你知道师父毕生的心愿是什么吗？去除元氏，光大峨眉。师父有心有力，一定会完成志愿的。可是，我武功再高强，也总有撒手人寰的一天。所以我一直在寻找接班人。本来你之前有一位师姐叫做纪晓芙，天资聪颖，悟性也是非常之高。可是她被奸人所害，一直沉沦。郭祖师，弟子已经遇到了一位十年不遇的奇才。我势必要把这一生的绝学传授给他，绝无保留。师父，我一直以来对你的磨练，为的就是要把你锻炼成才。现在你的武功已经日趋成熟了，将来总有一天，你要当峨眉的掌门人。师父，弟子只想终身侍奉师父。不想当什么掌门。为什么你不愿意呢？执掌峨眉责任重大，弟子力有不逮，恐怕会毁了峨眉的威名。不思进取，你若无心光复峨眉，不如早日离开。我峨眉没有你这样的弟子。弟子不是不愿，只怕你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自信，妇人之仁。可是这些师父都可以帮你解决。芷若身份卑微，恐怕难以服众。
请师父收回成命，另选贤能。我心意已决，你不要再推搪，以后做事不能畏首畏尾。这些年魔教已经四分五裂，气势渐弱，我已经准备和武当联手讨伐他们，到那时就是你锋芒毕露之时。姑娘，你的丝巾。谢谢。你们是峨眉派的吗？这不关你的事，我们走。大师哥，大师哥，大师哥！啊，什么事？峨眉派灭绝师太协同门下弟子来访，师父让你去款客。峨眉？是啊。爹，师叔，亲叔，快来见过峨眉派掌门师太。师太，这是犬子宋青书。晚辈宋青书，见过掌门师太。师太和峨眉诸位女中豪侠今日屈驾光临，真是蓬荜生辉啊。只可惜我太师父他老人家正在闭关进修，未可亲来迎接。晚辈青书还请师太多多包涵。想来张真人闭关钻研武学，定是为了斩妖除魔，这是天下百姓的福气啊，自然不好打扰了。师太深明大义，在下佩服。既然张真人尚未出关，那就有劳诸位大侠代收薄礼了。芷若。是。师父知道张真人喜欢研究书法，所以特意挑选了一套上好的笔砚纸镇送与张真人，请笑纳。芷若，你是芷若？哈！好。太师父，爹，你们来了。先见见你芷若妹妹，来。哎，芷若。这是你大师伯的儿子宋青书。青书哥哥，芷若要在武当小住，芷若也是无忌的好朋友，你是哥哥，你要好好待他呀。是太师父。宋大侠，这次我们峨眉来武当拜访，是为了商讨除魔大业。魔教一直横行霸道，祸害苍生，武林人士人人得而诛之。可是最近听说魔教气势渐衰，正是一举歼灭他们的好时机。峨眉和武当一直同气连枝，这一次想和武当一道打上光明顶，把魔教一举歼灭，不知宋大侠意下如何？
此事事关重大，还是等家师出关后，由他老人家亲自来决定。宋德侠，你现在是代掌门，难道这种事也不能做主吗？师太，此事不只关乎到武当魔教高手如云，更不乏狡黠之辈，就算武当和贵派联盟，也未必有胜算之把握，更何况此事牵扯到更多人的性命，恕在下不能贸然决定。除魔大业应该要有赴汤蹈火之心，你这样瞻前顾后，畏首畏尾，看来这次峨眉是白跑一趟了，告辞。师太且慢，我爹绝不是畏首畏尾，他只不过是想有一个更周详的计划，更好的时机。借口罢了。绝不是借口，晚辈觉得时机可以等待，也可以创造。说说看。峨眉和武当如果结盟，那自然还可以联合少林、昆仑各大派，他魔教再厉害，还能厉害得过整个武林不成？说得有道理。可是如果各大派联合，消息容易走漏，到时怕是魔教得了风声。得了风声再好不过，等邪魔外道也联合在一起，就可以一举歼灭。秦叔，够了。爹。师太，此事实不能片刻便下决定，这样吧，请师太在碧派稍作歇息，在下和诸位师弟从长计议之后再做决定。好。芷若。宋大哥，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师父吃不习惯这里的东西，我给他做点宵夜。好，那我来帮你吧。哎，芷若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道歉，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机会。小时候是我太混了，事后我爹重重的责罚了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别再记恨我。你笑了，那你原谅我了吗？其实我早都忘了。你怎么能忘记呢？我真的好后悔啊，要不是因为我，太师父也不会把你送下山，你就也不会吃那么多苦。张真人也是为了我好，峨眉的确更适合我。芷若，你怎么不笑了？你不要总是这么冷冰冰的，其实你笑起来更好看。我来帮你吧。秦叔，秦叔，秦叔！原来你在练功啊！害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！干嘛这么冒冒失失的？被你爹看到了，又要责怪你有失庄重，说什么君子……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七叔。侄儿有一事相求，七叔无论如何要答应侄儿。何事啊？七叔，侄儿想让您教我一样功夫。功夫？大哥功夫远胜于我，要学功夫，你应该去找你爹啊。七叔，这件功夫，只有七叔您才懂。哦。Thank you.
芷若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些都是你编的？是啊，我一夜没睡，编了这些草蚱蜢，想送给你当礼物，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给你，就想到了这个笨办法，你喜欢吗？你做这些蚱蜢干什么？你忘了，小时候我把你的一只蚱蜢踩烂了，你哭得非常伤心，我很后悔，所以现在把这些蚱蜢作为道歉的礼物送给你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太师傅说你对张无忌有恩，你对他有什么恩？嗯，也没什么，只不过喂了他一顿饭。你喂我？什么？你没听清楚吗？喂我吃饭。你怎么喂张无忌的，便怎么喂我。你有手有脚，又没有生病，干嘛要我喂啊？我不管，我就要你喂。你喂我。干什么呀？你喂我。哼，你们凭什么都要向着张无忌？因为他生病了，他很可怜啊。有病就可怜吗？就是因为他有病，人人都要向着他，宠着他。他还在武当山的时候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太师傅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他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有爹娘疼，无忌哥哥连爹娘都没有。死了爹娘又怎么样？他死了一个爹，可是却赚了六个爹。我爹恨不得把他当亲生儿子。无忌无忌，太师傅师叔们开口闭口都是无忌，连你也这样。哼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人喂饭，找伺候你的人去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太师傅带你上山来就是给我当丫头使唤的。放开我。啊，我的蚱蜢。住手。秦叔，你怎么回事？我让你照顾好妹妹，你倒欺负起人来了。是他欺负我，给别人喂饭却不肯喂我。你个混账东西，我看都是被你娘给惯坏的。我，哎呦，这个给弄坏了。这是无忌哥哥送给我的。你别难过，大师伯再给你做一个好不好？于伯伯，是不是我再乖一点，老道长就不会不要我了？是谁跟你说我师父不要你了？为什么要送我走？傻孩子，因为我们武当啊，历来只收男孩子做弟子，你是女孩，所以啊，不能留在我们这里做徒弟。我可以当丫鬟的，我懂得打水、洗衣服，还有烧饭。傻丫头，我们怎么舍得让你当丫鬟呢？我师父呀，是希望你能够成才，所以呀，要送你去更适合的地方，明白了吗？走吧。我都已经说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已经忘了。不能忘，忘了就不算原谅了。为了编这些蚱蜢，我去找七叔让他教我，还不如练五套拳呢，这比练功难多了。也不知道张无忌是怎么学会的，小的时候七叔想教我，我还不学，没想到现在。芷若，你看在我诚心实意道歉的份上，你原谅我吧。我也不是小气的人，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了。那你能不能笑一下？笑一下就说明你原谅我了。不知道朱伯伯怎么样了，不过我已经练成九阳神功，他就是再来害我，我也不怕他了。
伯伯，朱伯伯，嗯，啊，是我呀，无忌。你小子出来了。是啊，我想我太师父了，还有我几位师叔伯，我想我也应该回武当看看了。嗯，好，好。啊，好，朱伯伯，好啊，好小子，你总算给我出来了。朱伯伯，朱伯伯，来，你这是什么功夫啊？哦，是九阳神功。九阳神功，真的假的？谁教你的？你是怎么练的？我在谷里找到九阳真经，居然这么神奇，我一经书练就练成了。经书？经书呢？啊，经书？经书？朱伯伯，朱伯伯，我没带在身上，留在那边了。是吗？那快，你快给我拿出来。朱伯伯，那些经书你拿到也不一定是好事，而且我已经忘记丢在哪里了，你就别管经书的事了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怎么离开这里吧。哎呀，暴殄天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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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朱伯伯，你怎么了？小兄弟啊，我每天都在祈祷你能够活着出来，是我害得你坠落了山谷，困在这里。我这……朱伯伯，您别这样，晚辈已经不计较了。好兄弟啊，君子不念旧恶，是我不对，请你多多原谅。朱伯伯，您真不必多礼。朱伯伯，我们还是想办法怎么离开这里吧。是啊，我们离开这里。对，我们得出去。哎呀，这儿这么深，哎呀，那儿又那么高，我们得想个办法，得离开这儿。是啊，小兄弟，那你看，咱们怎么离开这儿啊？小兄弟，那你看，咱们怎么离开这儿啊？啊！啊！嘿！啊！啊！嘿！在这边吃苦，你却在那边练九阳神功，练成了有什么用啊？我照样摔死你！摔死你！摔死你！我怎么这么没用，竟然又被他骗了。好小子，如今的身子比我都壮，他能过去，我怎么能过不去呢？等我拿到了九阳神功，便是天下无敌了。我要过去，我得过去，我得拿到九阳神功，我必须得过去，我得拿到九阳神功。我吐不过气来了。哎呀，岂有此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绝不能死在这儿！师太，师太，师太，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既然你们武当已有抉择，
我多说也无益。师太，我爹只是还没想清楚，您再等等，我肯定能说服他的。我说了，多说无益，你请回吧。是。芷若。叶叔。千叔。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打听了你什么时候回来，特意来接你的。走。哎，六叔，快给我讲讲江湖上的有趣见闻，这次杀了几个邪魔外道。我先前听说魔教的一伙弟子在江南一带出现，我便赶了过去，可是他们阴险狡诈，我险些遭到暗算，最终虽然没事，可是却让他们跑了。最可恨的就是我没有打听到那个淫贼杨潇的下落，无法给小福报仇。六叔，你的武功这么高强，都拿魔教没办法吗？没有想到魔教里面的高手也是不少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不好对付。六叔，你要是有个帮手就好了。对了，六叔，你应该早几天回来，峨眉派上山来邀我们结盟，一起攻打光明顶呢。太好了，这是好事。他们在哪儿？千叔，带我去找他们。六叔，他们已经走了，我爹压根就没同意。什么？我爹说事关重大，要等太师傅他老人家出关了以后才能做决定。迂腐，这么多年我多次试图劝他带头攻打魔教，他总说事关重大，事关重大，灭了魔教这事不重大吗？魔教害死了你五师叔，害得你三师叔终身残废，魔教毁了我一段大好的姻缘，我跟魔教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六叔，你就别再说了，你快跟我一起去劝我爹吧。我们不回山上了。大哥，都什么时辰了，人怎么还没有来？青叔甚少缺席早课，他是不是病了？人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去看看。大哥，你看，我已会合六叔同为除魔大业奔走号召，联合各大派同心协力远征明教，不胜无归，请爹与各位师叔勿念。混账东西，简直是胡闹。老六回来了没有啊？我说青叔这两天总问我六哥什么时候回来，原来早就计划好了这个。真荒唐，这是事关重大，起通儿戏，青叔也就算了，李婷怎么也跟着一起胡闹。青叔年轻气盛，李婷既和明教多年，已成心魔，他们俩这样贸然前去，恐怕是要出事啊。这些草棚和稻草，要不然真的一命呜呼了。从今以后我真得万事小心，绝不再上恶人的当了。我还是自己在这躺着养伤吧，如果我再胡乱求救，说不定会引来更多的麻烦。来，客官，里边请。您里边请。晚辈青叔见过师太，见过各位前辈。晚辈叶黎婷，
见过师太。原来是武当派的阴流侠，别来无恙啊，请坐。晚辈这些年为了除魔之事四处奔走，师太到访武当山都未能相应，实在有愧。阴流侠当仁不让，四处诛灭邪魔外道，贫尼有所耳闻。但是武当的弟子如果都能像你一样有可剿灭邪魔的心，那就更好了。魔教之人作恶多端，危害武林，我阴雷亭自当是见一个杀一个。师太，我和六叔一样，以除魔卫道、维护正义为己任，无奈其他师叔过于谨慎，拒绝了师太您的诚心邀请，我只有自行下山和六叔一起沿途拜访各大门派，以寻求联盟。没错，我们这次就是要去红梅山庄找一灯大师的传人朱长林，寻求他的一臂之力，一起攻上光明顶。哦，那太巧了，凭你此行也是想要去找朱庄主一起商讨联盟之事的。师太，您果真采纳了晚辈提出的合纵围攻之计。嗯，怪不得我和六叔沿途走过来，其他门派都说已经答应加入除魔盟军。看来我们不是偶遇，而是志同道合呀。对呀、啊、如今灭魔大业声势越来越大，已成为武林热话，师太您功不可没呀。贫尼也只是尽力而为，倒是你不像你那个顽固的爹，你年纪轻轻有此眼界真是难得啊。这次围剿光明顶时机难得，不成功便成人，所以要尽量多的联合各方势力，联起手来对付邪魔外道，一击即中，一绝后患。峨眉掌门、武当一六侠以及两派的各位弟子，大驾光临，小女子朱九真有失远迎。原来是朱家大小姐，都长这么大了，想来我与你父亲也有十载未见了。听说红梅山庄曾经遭受过祝融之灾，可有此事？是的，山庄还在重建之中，尚未恢复往日的规模。各位，里面请。请。实不相瞒，家父醉心佛法，早已弃下这万贯家财，隐姓埋名，跟随祖师一灯大师的足迹，前往大理出家悟道去了。师太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也是一样的。原来如此，朱兄境界如此高深，令人钦佩。不过这样一来，请朱庄主出山加入盟军一事不就？原来诸位是因此而来，只可惜小女武艺不精，剿灭魔教此等大业，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那倒是有一事你能帮得上忙，红梅山庄地处昆仑山路，视野开阔，占有地理优势，贫尼想借此庄一隅来作为盟军的战略之所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我红梅山庄喜事在即，屋舍不宜外借。这位是？他。我是九真的未婚夫，也是这红梅山庄未来的庄主魏碧。魏少侠，好事将近，恭喜恭喜。不过我们只是想借贵庄的一小部分。阴六侠你不必再说了，我已经答应了九真，要给他一个最完美最隆重的婚礼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旁生枝节。不过诸位既然已经来了，就是我红梅山庄的贵客，大可多留一日，等吃了我的喜酒再走也不迟啊。也罢，
魏少侠盛情难却，那我们就留宿一晚。凭你有除魔的药物在身，二位的喜事我就不打扰了，就此告辞。师太，天色已晚，实在不便赶路，不如明天再出发也不迟。也请师太给晚辈一些时间，晚辈有信心能说服那个朱九真，为灭魔大业添一份力。朱九真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恶犬不是被打死了吗？难道又养起来了？放开他！放开他！阿狗，有本事冲我来！放开他！九阳神功果然好用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样了？谁的恶狗咬伤你？是不是红梅山庄朱九镇？是。又是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她要害死多少人？周师妹，周师妹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没关系，我来吧。听说昨天晚上劝服朱大小姐回心转意的人，也是你。你用了什么法子？武青樱。武青樱，是谁啊？他呀，是一灯大师的另一位爱徒，武三通的后人，与这个朱九真，并称为什么什么，雪岭双叔。其实呀，他俩从小就一直互相较劲儿，还同时喜欢上那个表哥魏碧，所以啊，这朱姑娘家看似一片和谐，其实一直暗流涌动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兵书有云嘛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在来红梅山庄之前，就已经打听清楚这两家的一切底细了。所以说，你用了激将法，让朱大小姐以为武家会去参加除魔联盟。他不甘示弱，便答应了。哎呀，周师妹，你可真是冰雪聪明啊！宋师兄的计谋果然厉害，连朱大小姐都能说服。还好你不是魔教中人，不然的话，后果可就严重了。周师妹，你怎么又误会我了？我绝不是一个诡诈之人，为天下苍生除魔卫道，我宋青书九死不悔。你说这话的语气好像我师父。我小的时候，师父常说为武林正义九死不悔，刚才听到你说这句话还有点亲切呢。是吗？在你眼里，人命根本不值一提，心肠这么恶毒，空有一副漂亮外表有什么用？现在看你，我只觉得丑陋无比。
原来你没死啊？好像还没。没死竟然还自言自语，躺着干嘛？吓我一跳。哎，你是什么人啊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牛，曾阿牛。不小心从山上摔下来，把两条腿摔断了，只好在这里躺着，等骨头再长好一些，再想想别的法子。那这个人呢？是你同伴，被这些狗咬死的。我不认识这位大哥，他与恶犬搏斗，同归于尽，我这才捡回一条小命。哎，你呢？你又是什么人？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叫朱二，我从中原千里迢迢来的西域，就是为了找一个人。可是我之前还能打听到一点踪迹，到这附近的小镇消息就给断了，我就只能四处找找，胡乱碰碰运气了。那你鬼鬼祟祟躲在后面看我干什么？我又不会是你要找的人。谁要偷看你啊？我是听闻方圆数百里之内就属红梅山庄最为富贵，平时没事呢就去庄园偷些食物衣裳，结果啊，我发现朱大小姐爱咬恶犬，时常放狗咬人，便一直想着找机会要为民除害。今早我发现这朱大小姐带着这几条恶犬出门，我便一路跟着，没想到还是来晚了一步，到这儿就只发现这几条恶犬和两个死人。但是啊，其中一个死人竟然开口说话了。真是笑死我了。有这么好笑吗？我一个人在这里躺久了，自然只能跟自己说话，解解闷。你一直这么躺着呀，那你岂不是饿坏了？谢谢朱二姑娘。哎，你怎么不吃了？难不成你是怕我在饼里下毒？怎么会呢？这是朱二姑娘给的烧饼，我舍不得吃完。油嘴滑舌，他的样子好像我娘。娘，我好想你啊！我真的好累，好孤独。为什么留下我一个人？娘，无忌想你，我好想你啊！就只是说了你一句，你怎么不吃啦？我只是想起一件心事。什么心事啊？你这傻头傻脑的丑八怪，竟然还会有心事，说来听听。我想起我娘，我去世的娘亲，因为你笑的时候很像她。丑八怪，你嫌我老是吧？老都像你娘了。臭八怪！哎，我娘去世的时候样貌好看得很。师太，红梅山庄的地形非常有利于作为攻打魔教的据点，因为您看，这里、这里，还有这里。附近有驿道便于运输，所以红梅山庄是一座暂时存放物资的仓库。至于各派集会之地，我建议选择别院的偏厅，有独立守卫，自成一格。更重要的是，下面另有密室，一虚一实，相互配合掩护，才真的算得上是万全之计。宋少侠的确有见地，有谋略，
心思缜密，办事也周全。这件事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。师太过奖。芷若，你协助宋少侠，好好的跟他学习学习，啊。嗯，是师父。嗯，师父，师父，弟子已将各门派安顿妥当，而且还带回来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少林准备帮助我们共同围剿光明顶。哦。把东西都放到上面去，小心点。我拿轻放啊，小心点。好。兵器都放到这边吧。六叔，出天大的好事了。什么事？我爹去拜访了少林，成功说服了方丈空文大师，要他共同举事。他们已经派出了四大神僧的其中两位，空智大师和空性大师，亲率少林弟子赶赴光明顶一战。好，太好了！这回六大门派携手组成联军，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啊！是啊，秦叔，马上吩咐下去，大家都抓紧时间准备。是。一定是小福在天之灵的保佑。小福，你还要继续助我，让我们早日歼灭魔教，将那个淫贼杨修千刀万剐，为你报仇雪恨。殷留侠，师太，相信我们再见之时，就是各大门派一起攻上光明顶的日子。这次终于可以等到消灭魔教的时刻了。周师妹，想不到我们的相聚时间如此短暂，不过为了除魔大业，暂时的分别算不了什么。待我们一起联手剿灭了明教，要再在一起庆贺胜利。芷若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宋师兄学习。那当然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可以教你一点。要记住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千万小心你那个大师姐丁敏君，知道吗？多谢宋师兄提醒，芷若记下了。青叔，走了，就此别过。再会。果然啊，都能自己爬进来了，还能自己煮东西吃，看来是不需要我给你带的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还以为你生气不会再回来了，我做梦都想着你带好吃的来。那你猜我带了什么来？猜不到。真笨！我给你带的是烧鸡，你瞧，这些都是我从红梅山庄的喜宴上偷来的。吃吧。哎，你说你娘长得很漂亮，是真的吗？当然。那你娘既是个美人，我这副丑样子又怎么会像他呢？我也说不上什么缘故，只觉得你们眼神好像，所以我很喜欢看你。其实你根本不用觉得自己难看，女孩子心肠好才最重要。哼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心肠恶毒得很呢。我生平最喜欢做的事儿，那就是伤人。你再这样，我不跟你说话了啊！待我腿伤一好，我就走得远远的。你就算想伤我，你也找不到我。
那个狠心短命鬼就是这样，不肯跟我说话，也不肯跟我走，我到处找都找不到。你也想学他是吧？你凭什么呀？你配啊？珠儿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嗯，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？让我瞧瞧。珠儿，你真好。虽说有点喜怒无常吧，但其实心肠一点都不坏。这些日子，多亏你照顾我。如果你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人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一个没爹没娘、没人要的孤儿呗。所有人都讨厌我，所以我不喜欢任何人开心。我也是个孤儿，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开心。看见别人笑，我自己也会高兴起来的。看看这些小玩意儿，喜欢吗？这什么呀？我看看。哇，做的真像，你做的？嗯。我也不太懂怎么哄人开心，就只会做这些。你要喜欢的话，我就都送给你。都送给我？嗯。你为什么要逗我开心呀？因为我看见你的笑，我也会高兴的。你为什么是曾阿牛？不是那个狠心短命鬼，他就只知道打我、骂我，还把我咬得鲜血淋漓的。可是我就只是想对他好而已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对我呀？那人真是蛮横无理，你以后别理他了。可是我做不到，我放不下他。这样，等我这腿一能下地走路，我就陪你去找那位大哥，一定帮你出口气。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哪那么容易好呀？你是不是觉得这待得太闷，想出去走走啊？好啊。真的好久没有出来透过气了，珠儿，谢谢你背我上来，你也过来歇会儿。你瞧你那个残废的样子，还想说替我找他算账呢？人家可是习武之人，你就别自不量力了啊！不管怎样，我也会尽力而为的。好啊，那你就帮我打瘸那个狠心短命鬼的双腿，让他也不能走路，这样他就能一直陪着我了。可是，他大概已经死了吧？
人人都说他活不长。你想找他，我就陪你找。倘若那人死了，我也可以一直陪着你。反正咱俩孤苦伶仃的，不妨一块做个伴。为什么你是曾阿牛，而不是那个狠心短命的张无忌？那该多好。什么无忌？就是我那个心上人。之前他重病缠身，我好心带他回灵舍岛医治，他却咬了我一口。你说他狠不狠心啊？快跟我走！我不走，你放开我！快跟我走啊！难道他是硬要拉着我去灵蛇岛的阿离？之前他明明对我很好的，还夹菜给我吃，我觉得他暖极了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突然对我发狠。你也别太伤心了。反正那个人根本不值得你对他那么好。你跟他相处久吗？当真了解他？我当然了解了。他敢出来直面我婆婆，我知他有勇气。逸仙死后他花心思安葬，我知他有情。肯收留我，请我吃饭，我就知他有意。人又俊俏又聪明，总之就是百般的好。曾经有个美丽的女子，也对我百般的好，很照顾我的起居，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的。可是她对我的好是别有用心的，她对我的温柔只不过是为了得到她想要的东西。所以人不能光看表面，就像我娘说的，越是美貌的女子，良心越坏，就越会骗人。你那个张无忌虽不是什么女子，但也没什么良心啊。你还是快点忘了他吧。你就别操心我的事儿了。不过你所说的那个美丽的女子是朱九真吧？要不是她，我也不会被狗咬，掉下山崖，一直摔断双腿。这一切都与她有关。反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反正我性命还在，不必再恨。